哎呦，怕的前面喵咪大战争时间来，那今晚上一样是我们的观众投稿时间，好不好？那这边的话呢，有非常非常多观众投稿的时候，就是时长都没有到啦，所以尽量好不好，帮这篇拍摄到八分钟以上，好不好？这个才会比较容易过，不然我看好多人都传的就是一分钟啊、两分钟啊，或是六分钟的，就很可惜，好不好？不然你就可以把自己的多部影片合成一部影片，也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今天的话我们要干什么东西呢？先来打一下亚西比沙漠，看一下第三关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干燥荒野区哦，因为这关的话，第一区的时候是只有这些敌人，但是第二区的话就出现了这个哦，我们这个火红的这个鸟鸟哦，鸭鸭哦。那第三区会不会出现上次我们看到的那个寄居蟹呢？哦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哈、哦，荒野山干燥区来跨买几嘞？感觉寄居蟹应该不会在这种干燥沙漠出现吧？有点对他来说有点太缺乏水分了哦。好，看来这边的话敌不动哦，敌动了。这边的话是三人众哦，这感觉是我们的靶师军团，但好像有两组哎，这边有两个阴影啊，应该是有两组没错。哎，直接被暂停了。哎，是谁？哦，丫丫，一样是丫丫，第三次遭遇他，真的是有两组哦。好，那这边的话看来就只有丫丫了哦。丫丫的话应该就是红色敌人，应该就还好。踏踏猫给他踏起来，踏踏猫 ，go go go， 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我们这套队伍是上次打我们那个异星大河马的队伍，好不好？打到快 K 笑了那个关卡。好，这边先把这个弄掉。这丫丫其实也是蛮难搞的。哎，真的哎，血量很多，而且他会浑身一挤哦。Very 恐怖，鱼人猫 go go， 哎，还没死哎，他好硬哦，丫丫太神了吧！哦，终于拜拜了。好，荒野荒燥这个干燥荒野山区啊、哦，基本上也是我们那个啊、哦，也是我们这个红色丫丫的这个地方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我们现在那个兽食收集到多少了，好不好？其实我有看到的时候，我都会刷哎，但是。他有时候就是不会给到完完全全都是兽食，知道吗？真的是挺辛苦的。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进化那个哎、欸，我的沙溢猫，我的沙溢猫什么时候才可以进化？沙溢猫是稀有还是一叉、啊？忘记看一下，应该是稀有吧。沙溢猫，你可以进化了吗？不行，还差什么？还差很多哎、欸。那蓝色跟绿色跟那个黄色好像都还没有打到，我目前来说好像就是紫色跟那个比较多哎、欸。要求了，好不好？看来会蛮辛苦的哦，我们的这个好不好？兽食旅行，但没关系，慢慢来哦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反正有兽食关卡，我们就打。那最近的话，基本上这边还是有这个7000万的这个黑皮活动啊，这边又可以再拿一次奖励了，拿一下7000万人下载黑皮，好不好？真的是蛮多人喜欢玩猫战的。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今年的10周年日版，好不好？拜托，让我惊艳吧 ，Ponos。好，这边先把这个蛋糕给它拿掉，多拿一些罐头啊，也是不错的。好，打死没问题，20个罐头。好，然后现在来说的话呢，今天呐、啊，我们不然来打一下那个好了，好不好？烈火之乱也给他打一下，烈火之乱全部8关，这边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哦，这关打完的话就是最后一关了、哦。然后最后一关的话不知道会是什么哎、欸，反正这边的话很多这个积分奖励的东西我们都没有拿到最高分，但是就是拿到稀有券就好了。我们来看一下灼热的海边，这个是倒数第二关，不知道最后一关是什么。这个好像是红色敌人的大本营，对不对？水豚军，水豚军，我觉得这边派出我们的踏踏猫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这关卡的水豚军应该也不会太夸张吧？妈，踏踏猫开踏 ，go go go！ 脸哥，我们下一只先出白无垢，缓一下。啊，踏踏猫爆了！哇，水豚军两只，不好搞喽！有属性敌人极度伤害，最近也爱上盖亚了，好不好？盖亚出来！拍我们的踏踏猫，哇！这关水豚军大本营，好、哦，没问题，看来是没问题。水豚军大本营哎、欸，踏死踏死，好不好？把你给踏死。
好吧，那今天的话，因为蛮多观众朋友跟一直跟这边讲说，这边你不打真传奇关卡吗？大家都好像很期待，好不好？那目前来说，我们传奇寻宝记跟我们就是那个改造巨大河马已经结束了。那我们不然就来打个，好不好？传奇寻宝记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好，来啊，这不是传奇寻宝记啊，真传奇关卡。这一次是这个月光的自由沙滩，好不好？全新的这个真传奇关卡，我们就来看一下。究竟里面藏了什么东西？听说这一次好像也蛮多新敌人的哦，满是星星的威士忌杯，哇，一关就210，要求，感觉就非同小可哦。一关210，你看，通常你们是可以就是依照就是关卡那个就是耗的体力来去看一下，就是这关卡究竟会有多强哦。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八九不离十啦，好不好？很好去判断。好，先出现的是这个。宇宙的异星有星星敌人哦，好险我们这边带的是那个专打那个异星敌人的东西哦。我们先用这个传说级啊，传说级这个小精灵，先来下降一下攻击 ，Go Go Go！ 然后康康母猫打一下，哇，星星，这是护盾星星，但我们这个小精灵应该是可以破护盾的哦，可以。就算他没办法破护盾没关系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还有七岁岁在后面啊，哦，还有七岁岁啊，七岁岁完全没问题啊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七岁岁登场！这关看起来就这样哎，就是一清有星星敌人一大堆这样子，希望是真的就这样子哦。来来，没事没事。全新真传奇关卡第一关没有先给我们来个下马威，好险好险哦，好险没事，好险没事。哦，等一下，下马威现在才开始，各种的这个异星的敌人，然后还有花园鳗呢，要求，哇，这真传奇已经变成宇宙关卡了，然后里面还有两只那个猎坡的天使犬犬，尴尬尬被戏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我刚刚说什么来着？我说还好，我是不是说的还好？等一下哦，一点也没还好哦。这两只真的要搞死我喽！这两只真的要搞死我喽！哇，我真的很讨厌猎波脚啊！而且我们没有先出那个保护够啊！完了完了，没了没了，都被花园鳗船送走了，哭啊！说个笑话，这关还好吗？哦，我直接被下马威。我看一下啊，这关的话看起来，漂流猫那些可以来一下吧。漂流猫来个，然后这关的话呢，盖亚可以先下来。漂流猫、鱼人猫，然后拉面王啊，小猫换成拉面王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还是被下马威了，我还是被他们下马威了。其实没有很，其实没有很简单欸，妖熊来啦来啦，死定啦！来来来，然后这个。前面可以先这样吧，我记得好像是怎样才会，他们是马碰塔之后才会出来，对不对？他们在这边之前先存点钱包好了，先慢慢来。但待会会有那个，会有那个异星有星星的星星，但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我们先看一下能不能用这个暂停打法先打一波。暂停打法先打一波。然后慢慢，慢慢，然后5200先出第一只白乌狗，我觉得那两只天使猎坡犬犬真的是比较麻烦一点点的东西，我真的是不是很喜欢天使猎坡犬犬。好，先放慢速度，星星加把劲，快把我们给锤死，加油，你可以的，星星 ，nice， 星星干得好哦。干得好，干得好！把他们给锤死，拜托了。
我不想这么靠，不就不想这么快往前进。好、哦，可以。妖修，妖修，妖修，他们要来啦！来了，好快。好，我想一下哦。这边的话就先处理一下。我们就把他们控到这边，然后让那个我们那个漂流他们去打那个花园鳗，应该就还行吧。但是就是要努力控到这边。踏踏猫，踏猫，天使犬犬，拜托了。哦，拉面王他们很努力，碎啦！拉面王他们努力的打掉了，没问题。哇，好恐怖呢！在这个被敲竹杠的哽咽夜晚 ，Go Go Go， 妖修好恐怖哦！再打一关，这关是什么？脸哥还好啦，我现在是不是不该又在那边掉以轻心了？对不对？我们刚刚也是好像还好嘛，然后就输掉了，不该再掉以轻心了。面对所有敌人都尊敬，哇，燕子啊！所以这关大概是漂浮大本营哦。好像有没有带这个鱼人猫？反正不管怎样，哎，不管怎样，我觉得都应该要优先先上百无攻击，不怎么看？妖修，先踏烂，先踏烂，可以吗？别再出事了，燕子有点多。喂喂喂喂喂，等一下哦，完了。我靠！等一下，不是吧？怎么是你？说个笑话，还好嘛。